那是不是可以睡觉之前在梦里边，就是给自己下一个？那就是三巧方便了，梦里面执着你就辟谷了，就是在梦境里边怎么能不臭就怎么来了，总不能梦里边臭，你为了破佛别睡到厕所去吧？那就像释迦牟尼以前修苦行的那些，直接睡到紧急上大粪便里边，就是破粪便的嘛。我释迦牟尼佛不太赞成这种苦行嘛。哎，他说对身体损伤太大了，但你这个是没办法嘛，外边没有粪，里边有嘛，心中有粪，所以没办法除不掉嘛，那你就找个心中无粪的地方待着，就是在房间，你觉得怎么样就心中无粪了就怎么样来，比如辟谷，你觉得心中没就肚子里没粪了，有的还拿纱布洗一洗，你这个可能。多喝水啊，少吃饭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你可能就觉得香一点，就是一种分别境嘛。既然你能分别了肠子是有粪便的，那你觉得水果进去没那么臭，你就吃水，什么没那么臭吃什么呗，你觉得吃空气没那么臭就吃空气呗，餐风饮露嘞，那反正你分别了，这就又分别境嘛，这就叫对治嘛，对治这叫三巧方便，怎么来也行啊，但这两个都不是啊，不分别构境才是啊，才是醒来啊，但是你这种又在梦中承受不了的事嘛，那就三巧方便的来一下。我就觉得南怀瑾说的那个印度有些书的那个吃纱布我觉得挺好，算了，我觉得那个会吃出毛病来的。我就是那是瑜伽，实际上师傅，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脾胃就是这个有纱布可能会快一点，因为他老折腾。我不建议你那样子搞，你会胃出血的搞的，肠会拉伤的。佛也没让他弟子吃纱布，我只说你破分别、破妄心，这是最快的了，已经是。你试试，你试，其他方法都是梦中事了。但是破分别、破妄心，是不是也是一个指令？是一个你在指观行，就这些指令，这就是没了。梦啥？是真想多，停就一个指令。但是你总是觉得停下来不像佛，因为你妄想执着没破境嘛，你安住不动，停下来安如如不动才算。不提任何内外境的分别，安住了很久一段时间，慢慢才能转化，本觉就呈现出来。空浊澄清的时候，妄想停完的时候，本觉就在这里，然后就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没有涅槃境，没有无上正等正觉，本觉就在这里，就是雾蒙蒙，你看不见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境界，别折腾。甚至不是说本觉，我们的真心本觉被雾包住了，被浑浊包住了，它压根就它是空性，它就不染，也不你包不住它，你怎么能包住，把就像雾一样把它裹住呢？它就在这里，你就是看不见，它不在见闻觉知里边，知道吗？而且跟万法都是幻境，只是你执着了万法，看不见本觉，看不见真心，你不执着万法的，你不分别，不执着万法，本觉就在这里。因为万法是幻境，你执着幻境了，你怎么能回头看？就你执着水珠了，你怎么能看见大海呢？你忘记了看大海，你不会，你在不再执着那个海浪跟水珠的时候，海浪跟水珠，你不执着它的时候，大海就在这里，就看见了。大海跟水珠就是没关系啊，它也不会染，不会被它染，没有垢，没有净，它一直在这儿。不因为你说世间万法升起了这么多幻境，它变个样子，它动都没动过。你染不了它的，你也无法让它散乱，无法让它垢，无法让它清净，也无法让它做任何事。佛什么也不干的，如如不动，安住在那里，从来不生灭，从来不生也不灭，也不轮回，也不涅槃，如如不动，一直在这里。你就是妄心停下来，它一直在这里，只是你忘记了嘛。换现在把大海活成水珠了，水泡。然后我们是讲法没办法了，说水泡也从大海而起啊，起个啥？大海就没东西，起个啥？就是空性里边能起出啥幻想？
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，这办法就是你梦想里边的东西，它没有，所以跟你要探讨办法，你探讨不了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探讨这个万法、宇宙万法，包括你的构境啊、清净，跟本性有啥关系？有啥关系？啥关系？它就是个幻境，有啥关系？所有的语言都是幻境，有啥关系？我们就是从来不能如如不动的无分别，没有妄想的做，连一个小时也做不了。你试试那样做一个小时，马上正量就来了，就是想来想去，就是想来想去，大的。但是刚开始安住不了嘛，然后被外境跟身心内外牵引嘛，那现在不就行了？现在还可以了，能做主了，对吗？你能感觉到他气沉下了，嗯嗯，一般做主他气就沉不下了，这时候就开始慢慢就有禅悦，就睡觉呀，又舒服了，然后就不气了。但是他心还是不放松，不放松是因为后边的灯光太亮，心无处不在，心就在那一块，心就在心中的一点上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一开始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心它不是老揪的嘛，你就觉得气缺在这，然后你就观想无量无边的虚空宇宙，就把心啊一下子展开，就想把心就像一个花一下子给它开了，打开以后呢。再收回在一点上不要动，这样就由于宽泰而住，就是又放松。其实没有大跟小嘛，但是我们太大的话，你又头脑里面有观想嘛，你就有观想啊，就没力了，气就散了。然后再收到一点上，就是轻轻的再收回来，然后不要动，基本上正好，不然就聚在这一块，你的心变你身体的每一处。比如肩膀、胳膊、两只手、膝盖，两个这个叫什么？胯骨、腿，你的心变一切处，变你身体的每一处，心变两个肩膀、胃、肺、胃、肠、下丹田、胯骨、膝盖、小腿、大腿、大腿、小腿、脚。甚至脚趾头，心变一切处，变身体的一切处，心变每个细胞，心充满每个细胞，心充满身体的每个地方，肺、肝、脾、胃、肠、骨骼、皮肤、大腿、小腿、肩膀、胳膊、手指头、后背的脊柱。能量顺着脊柱往下淌，心在命门，心在尾闾，两个肩膀放松，心在会阴，两个肩膀往宽，无限，两个肩膀让两个肩膀无限宽，两个肩伸到天边，两个肩宽广到天边，心胸像无量无边的虚空。后背像无垠的广阔的草原，你的头是银河系，耳朵可以伸到无量无边际的天边，你的脊柱消失了，身体整个融化在空性之中，融化在无垠的太空之中，其实是刚才所有的导引只是让它放松，这样才算放松。你知道你平时多紧，就是让自己边大边宽，就把自己的，但这个慢慢的训练一下，将来打坐的时候，否则意念就在头上，知道吗？习惯，它是习惯性的。随着你睡觉都是，你睡觉都在气都提的，在这儿提着，知道吧？脊柱都是往上提的，你睡觉，所以晚上你就是心没下去，心提到嗓眼上，就随时好像。就像那，你像那种狙击手，知道吧？睡觉随时好像人家要杀你似的那种状态，就紧，很警觉，就这样子。这样你就身体下边的气脉会干，你就瘦就没了，就很瘦，气脉就不畅通。
拜。